媒体大阵仗一字排开，因为七五号派蓝白的二次协商总算在十五号上午来登场，但是在一周之前，谁也没有料到会在马英九的办公室登场。柯侯珠出现，马办代表萧旭成亲自迎接，这回见证政党协商，马办可说一手包办。直角先前一样促成蓝白整合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情何以堪？我们支持全民调，要支持一个非常公平合理哦，大家都能够认同的一个制度。协商没能嘎上一脚，公开表态不挺全民调，摆明与马英九相反，这既视感如十年前马王政争翻版。是英九始终不愿意说出，请王金平院长知所进退。王金平的论调很简单，他是反对马总统他有关于全民调本身的一个主张，还是希望坚持能够让侯政科复。这样的选举若把政党的力量完全的忽视视而不见的话，那我们真的认为很难来跟我们自己的支持者交代。不止马王之争，更早之前主流与非主流之争似乎也再度浮现，但马英九这回逆风抛出主张之前，他的执行长恰巧访陆三天，到北京出席论坛会见国台办主任宋涛，返台之后就主动联系广播节目主持人抛出全民调主张，也让马侯关系开始紧张。回来之后讲的任何话都是大陆支持的，那我们有没有主体性啊？自己人不要再打自己人哦，不要这个打民众党之后打马总统，今天又想来打我。我想我们是乡人为党，我们也不会再说什么。但是这是一个乌龙爆料，这个如果有一些侯办的同仁不够了解哦，希望他们能够去恶补一下两岸的知识。为了一场蓝白协商，自己人剑拔弩张，蓝营元气大伤。TVBS 尊重权威小组台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